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，能来画室等我？我可没分心，只是对你心有灵犀而已，所以你一进来我就感应到了。当然是在想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画完这幅画咯。我再给这幅画收尾，马上就好了。是想象中和你一起过的另外一种生活。不过这也只是我的幻想之一，以后有时间我要把所有的可能都画出来。看，还差这山脚处的小木屋就完工了。准备好了。对方的歌单啊，那我们先交换手机。我已经选好了，你呢？
那你先说吧，让我来听听你选了我歌单里的哪首歌。没想到你会选这首。当然没问题，只是在你的歌单里，我选的是他的《不息》。而且你知不知道，这两首歌虽然独自也成曲，但合并在一起才是他新专的主打。看你这反应，就是不知道了。那刚好，我们一起听听。安心睡吧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